如需办理免费的借书证，您所要做的事就是来图书馆，并出示一些证件，您能立即使用借书证。 嗨，你好，欢迎来图书馆，谢谢你。我今天能为您做些什么？我叫Witty，她是我的女儿 Purvi，我们想办一下借书证。太好了，请让我们看一下证件，上面要有你们的名字和地址。用驾驶执照可以吗？申请借书证时，您需要出示一份证件，如您的移民证件。 您还需要出示证明您地址的文件，如银行账户月结单、租房合同、驾驶执照或水电费账单。您只要等待一会儿，图书馆员会给您办好借书证，这样您第一次到图书馆就可以马上借图书等资料了。这是您的借书证，您需要在上面签名，这儿有笔。您也要办一张借书证吗？很好，能不能告诉我怎样拼写你的名字？ 这名字很好听啊。哎，你找到你需要的每件东西了吗？找到了，这儿的书真是又多又好啊。哦，真是太好了，我来帮您登记一下吧。我只需要您的借书证，现在就给您办好借出手续，不要忘了在到期前还回来。这一点很重要，归还日期就是您必须归还所借图书资料的日子，这打印在您拿到的登记图书资料借出的纸条上。 Purvi，能把您的借书证给我吗？谢谢。有没有找到您想要的东西？您看到那些介绍小鸟的好书了吗？这真不错。来吧，请加入您附近的图书馆，一切都免费。